书上明明是这样写的，你的做法为什么不一样？接吧，万一他有重要的事呢？喂，宇哲，我在酒吧，我喝多了，你来接我回家好不好？要不然我打电话给你的司机，或者叫以轩去接你。不要，我只要你来。你今天不来，我就不走了。以兰，以兰，以兰，宇哲，宇哲，终于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让他走。以兰，你别这样。我走了，谁来照顾你？我不想看到我的男朋友照顾其他的女人，所以我必须自己来。如果你有什么不高兴的话，回去再说，不要让别人看笑话。开心吧？我没有感觉，只是被你家里人看到的话，他们只会伤心。我家人，他们才不会，他们只会每天劝我放弃。有谁真的理解过我？